今天呢，让我们整个运动大会圆满顺利成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的家长会长，我们蔡新浩蔡会长，我们来欢迎新浩会长为我们孩子们鼓励支持。欢迎我们蔡新浩会长，我们大秀国小，我们黄琴校长，以及我们的议员，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校长、会长、理事长，还有我们全校的全体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会长早。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参加我们大秀国小103周年的校庆运动大会。那这一个多礼拜以来，看到我们全体的老师以及孩子们那么努力的为了今天的校庆加紧的在做练习，那会长在这边最后一句话，期待今天的孩子们可以为自己为班级争取最高的荣誉，好不好？好。那最后预祝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现场的与会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会长。好，今天呢很谢谢会长，真的很帮忙我们。好，我们今天家长会呢，哇，真的是阵容庞大，有史以来号召力非常的盛大，那很感谢我们新浩会长还有我们文统会长的带领。那现在是不是请我们吴清良校长来为我们孩子勉励一下，好不好？好，校长。好，欢迎校长。校长、会长，在座训练台上的各位校长、会长以及主任，各位嘉宾，大家好。校长好。我是吴清良，在民国84年。到88年是在这边服务，今天来到学校看到操场周围的树木呢，有的开花了，有的长得好高好高好翠木啊，真的非常欣赏，很高兴。这个树啊，全校所有的树大部分都是民国84年那时候我种的啊，还有那时候操场是草地上。是草地的啊，那么现在已经改成 PU 了啊。回想这个大环境呢，这个学校能够再继续保持的这么好，很高兴的。这完全是校长的领导，各位老师的配合啊，还有家长会、校友会各方面的配合，才有这样好的成绩呢。非常感恩呢，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呢，来到学校也有一个回忆，刚才也看到了杨新慧老师，是我在陆丰国小那时候，他是4年级，现在还在学校啊，很高兴。还有我们台上这边有干爹东山国高中的校长啊，我们以前都是在打网球的啊，他也。当了校长来到这边呢，很高兴。另外台上还有一位，我以前也在后里国小服务的，一起服务的陈静宇校长，现在是西岭国小的校长。那时候在西岭那时候在后里国小服务的时候，他是最认真最棒的老师，后来当上校长了，我不晓得。有一天我们大秀国小礼堂要落成了啊，才遇到了他，好高兴哦。所以真的这个变化很大啊。那么今天运动会看到小朋友的活力啊，健康呢，非常高兴。我们以前小时候最喜欢运动会啊，再怎么远我们都说用走的去，没有说有车子可以坐的啊。
如果今天看到环境大环境这么好呢，我就讲一个啊例子呢，我们一起来勉励了哈。我想我们这个大的环境要怎么样让它好呢？第一呢，我们就是要感恩宇宙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感恩啊，还有感恩天地啊，天跟地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还有要感恩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好的他是坏的，我们都要心存感恩啊，感激啊。那么我们自己变成一个优良的发光体。什么叫做发光体呢？就是传播者，就是传播善循环，好的好的循环，还有产生正能量啊。那么另外还有两件法宝，就是爱与感恩，希望这两个法宝要常常啊牢记在心里，而且要去活用应用啊。那么这样一个大环境呢就会好啊，还也就是要靠家的大家的努力啊。那么我们如果大家都很努力了，这个环境就会变好啊。那么世界上也会好啊，因为有正能量呢。我们身体如果有正能量，就不会发生疾病啊。我们社会上就不会发生天灾人祸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心里呢要感受到啊，人人有情啊，心中存着感恩感激的心情啊。谢谢各位，祝大家身心健康啊！我们大会今天圆满成功，谢谢，祝大家。谢谢，谢谢校长。谢谢，谢谢吴校长送我们爱与感恩。好，接下来校长补充介绍我们张清照议长服务处我们助理洪志彦先生。还有我们的荣誉会长许凤凰会长。许会长好。好，那现在我们请我们杨典忠议员来为我们鼓励支持，谢谢。好，欢迎杨氏议员。谢谢大会主席、校长、蔡会长、各位贵宾，刚刚校长已经都一一介绍过，我就不再重复哈。啊，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们、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新年早安。天气很热哈，但是我还是简短的哈，祝福我们学校啊，祝福各位同学哈，今天玩的愉快，祝福各位我们所有的同学学业进步，祝福我们啊大秀国小校运昌隆，一位的贵宾，所有的好朋友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杨氏议员。是不是请啊严立敏副议长、蔡廉定秘书来为我们支持一下？来，欢迎我们蔡秘书。校长、会长，以及我们列席的杨思远等杨典忠及副院长代表的刘主任，以及我们议长服务处的洪助理，代表公所的严主秘，各位校长、各位会长、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蔡秘书早安。今天恭贺我们大秀103年的校庆生日哦，同时代表副议长严立敏，祝福今天的运动会，大家发挥运动的体育精神，也祝各位同学品学兼优，大会圆满成功，所有来宾心想事成，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蔡秘书。是不是请我们严一起主秘为我们孩子啊？好，我们议长服务处啊，我们洪助理。我们的校长，然后我们的蔡会长，还有各位长官、各位贵宾，然后各位我们今天的主角，我们大秀国小的小朋友，大家早上好，早。然后很开心，今天议长不客前来啊，所以代表议长祝福今天大会可以圆满成功，然后祝福各位小朋友可以多得佳绩，然后各位家长可以大家可以平安健康喜乐，祝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洪助理。
好，全体小朋友请起立。